关机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可是只要看事情说哦，你不能随便下这一句话，那万一没有好起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改良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来一起面对它，我们一起来处理它，这样子可以哈、哦。好，那甚至我们都可以说啊，这些天来你辛苦了，哎，就像你像前这一些日子，他真的很辛苦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好好应用，大概到这边可以哈、哦。你要是对你的小孩说，我真的为你感到很骄傲，你的孩子会不会很开心？会。那你要一直每天都骂他，说："你怎么那么笨？这个也没读书，也没考好，怎么样？"你觉得他会考好吗？其实未必会考得好。或许有个经验，我只要是我小女儿考试那一天跟她有吵架，那一次她的考试都考不好，很奇怪。像我要是给她的都是很简单，说："哎，加油，好，就走了。"那她怎么考的就很正常哦，就是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，就是说你给她正能量，她。活力就是很有，就是正能量。你给他叫负能量，他接收的就是负能量，他当天就会诸事不顺。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的心得，或许是有这种心得。我今天是很开朗的去，我今天遇到的事情，我都会很开朗就把它解决。我今天是一大早就是傲骨拉明去，我今天遇到的处理的事情都会很多傲骨拉的东西，就是处理不来就会傲傲的那个东西会冒出来。真的就是。所以人家说境由心生嘛，然后你的遭遇很奇怪，就会随着你的磁场去吸收到不好的东西。好，那再来那个结论，大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，可是我们老了以后，我们要不要被遗传成罪犯？因为我们都吃素食嘛，在现在养护机构供应素食的其实有，可是当然很容易被怎么样，不小心会混到荤的。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有些老前辈在家没得吃的时候，他们的家里的人不小心给他吃了，那怎么办？他之前是不是很容易？等一下，你都要成道了，还这样子，有这个缺失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让他能够更好更好的环境？那在吃这一部分，其实是我们最先要让他们解决的。那大家。做这个志工的行业，就是要让这些老菩萨能够怎么样？讲白一点，就是能够坚持到最后，然后每天都有快乐的生活。那要不要说，我很严肃的说，你就是要上什么课？不用哈、哦，你就是带着简单的，他不要说，给他当假跟哈、哦。那个养护机构，像我去评鉴，有些养护机构就是回家上班嘛，还挺耐时间的。就坐在这里发呆耶，怎么样？一天24小时的单轨单脚跟，这人生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就一个，那有快乐吗？他找不到快乐，真的，哎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给他们一点点，赋予一点点的意义。他在带活动的时候，我希望他注入一个元素，就是说，你不是帮他做，你一定要记得是让他。然后做了以后，最好能够从中间选到一些比较功能好一点的，让他起来当帮忙带哈，甚至可以变成志工也可以，知道吗？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家园才可以一直啊延续下去。那破雪的妈妈她在我爸爸过世之后，我们也是让她去火葬，然后呢，那个云林那个乡下，它是没有每天开的，它就是一个礼拜3天。那3天里面就是读经，然后他们都是学员哦，就是煮饭时间到就会去煮饭，然后全部都是读经，然后他们的运动是他们是打拍打操，知道吗？拍打操很简单，就是 YouTube 都有哦，其实都是有想要带活动，YouTube 看几次就会的，那个都很简单，他们就打拍打操，然后就全部是读经。那老人有没有认识字？不一定认识字，可是带的老人，你班老师是。认识字的，那他们就会的，不会的就这样子啦，都会没关系，他们就是互相带，然后互相学习。我妈妈不认识字，她现在会背经典，我好佩服她。然后她甚至那些老人家70、80岁哦，他们初一十五先通知他们负责哦，他们也是在佛堂开课嘛，
仙宫，然后我妈妈那么老了，她已经80了，她也去学仙宫，她已经背了，然后她不会，不用识字嘛，那她怎么背？我们家就帮她注音，那她也没学注音符号啊，她怎么办？用卦，运会菩萨就画月亮，道君就画个瓦斯炉。你不要小看老人，他还是可以背。你看他这个把它背起来，好好得力，我们一直给他赞美。所以他还去参加学界的心灵班、智商班，厉害哈。可是他就过得很快乐。以前他常常跟我弟弟吵架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，早知道就跟你爸爸一起去了。”知道吗？你们会遇到老人，他会这样，另一半就会那边。那他真的要去吗？他只是要关心嘛，然后他没事做嘛。要遇到这种老人，就带来佛堂参加这种班，知道吗？但他每天都很有活力，我妈妈就是这样，每天就有好朋友了。然后呢，他现在还可以去过鬼门哈，没有班的时候就排班去顾佛堂，你看多好，也不会跟我弟吵架的。然后我们要回娘家，还要看他有没有空。都写完了哈，我们大概搜一下，因为我们搜一搜往前哈，那后子会针对这个，待会再跟各位报告一下。